小婷，我找你这么久啊，原来你家。是的啦，我从最后一间病房送完我就下班啊。你敢要请我办公室等我一下？不能啦，我等一下等你顺顺啊，陪你上班。好。白雪，啊，着店长人无爽快，住院，我来甲关心一下啦。都为着选举的代志，我无来要哪会用的。好啦，我先别甲你讲啊，等见面再搁讲，哈。哎，老代表，啊，哪只拄啊好，今仔哪会来吃？即摆是安那？第一只做警卫啊，兼过乱客哦。刚到去只，我讲需要甲我所有行程拢向你报告啊。文艺长，真多谢你。没啦。老代表。我一听到你人无爽快大意，我偌尔烦恼呢。我搁去庙求菩萨保庇你，赶紧好起来。你是我的大条仔呢，一定爱平平安安。啊，无即个选举，若无你甲我斗三工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呢。老代表，真感谢你这么关心我，为了我可以庙去拜拜。王律师。我你是无用啦，我先离开。啊，你爱记的，加休困。我知，本院长，多谢你吼。本院长，今麦是不是会用下班啊？当然会当下班啦，你先去倒，我陪你去。嗯。小弟。你等我一下，我一份表格未去摕，我回来去。哦，好，进去。好。院长，啊，拄则迄个彭院长，敢有对你做出什么奇怪的动作啊？啊，若是有，你做你甲我讲，我一定替你出气。无啊，迄彭院长做人也足客气的，替你巡房的时阵吼，也足认真的啊。哦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，是讲这个彭院长应该还佫有淡薄仔职业道德，所以应该袂对别人乌白来啦。对别人乌白来，代表，啊，你即马是伫讲啥，我拢听无呢。啊，虽然毋知影这彭院长，因翁外口有小三啊，啊，伊毋若包容伊哦，佮这个小三迄感情好甲袂输，佮咱姊妹仔伴咧。啊，讲起来嘛真介绍啦，迄个小三拄好是阮翁婿因迄边的人啦。阿姨妈妈嘛是小三呢，所以这私生活吼有较乱淡薄啊啦。阿姊妈，我若看到因哦，我拢安尼闪甲离离呢。啊，你是我的好姊妹啊，我会烦恼你啊。以后你若撞到因哦，就离因较远淡薄，安尼较妥当啊。老代表，你的姐姐到底是为民好事，还是恶人的因素啊？我尊重你是小天使大，所以无论你安怎讲话，我拢袂要紧。也毋过我不准你伫背后乌白讲小天的歹话，啊若无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彭院长，我拄则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实在话，敢有讲唔对？那江小婷本来就是小三啊，伊的养母嘛是小三啊，啊是大汉了后哦，煞比伊的养母搁较敖呢。先抢走你的红塞，刷嘞，佮为你红塞身躯边甲你拐走。啊，这江小婷哦，迄个神经病妈妈真正好好啊，改学一下，赶紧哦，去甲江惠平拐走。安尼哦，唔则较有代志做，才袂吼参像小狗共款啊，一出门看到人就加。老代表，你讲话真正愈来愈超过呢，唔呐讲话侮辱小婷，你佮侮辱惠平阿姨，也佮小丽阿姨，你真正是你。老代表。我甲思瑶两个人是因为和查甫人兄弟感情，所以偏偏拢是女性。啊，阮两个同病相怜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帮助，这拢是阮的代志啊。甲你有啥物期待啊？搁再讲啦，身为一位女性的民意代表，啊，煞来侮辱甲你同款，拢是女性的选民。敢讲，这就是你的选民服务态度。这跟选民服务态度有啥物期待啊？你现在常常做伙讲，而且
你卖到我好姊妹面头前，你还后背不落我哈？好姊妹啊，所以今仔日是真心来看王店长的，不是为着算计来啊。王店长你好，我是三只周刊的记者江小婷啊。是安尼，最近这段时间哦，我常听到同业在跟我讲，讲老代表在外口散播谣言，讲王店长你哦。第一集本的河川整治工程内底，暗看未少感想呢。啊，而且佮讲你真当心哦，什么好处拢唔愿意分予其他的人。王店长，既然恁两个是遐尼好的姊妹伴，我看吼，你爱两早把这件代志查好清楚，较唔免予人去破坏着恁两个感情，还是讲真正最后你真心换作钱。小婷，你莫在这后边乱讲话，好不？店长，我伫外口，我老弟都袂赴啊，我哪有可能讲你的歹话？你莫听伊在后边讲啊。罗代表，请你马上离开。你的亲生妈妈是神经病，你的养母又阁是小三。这真正是绝配，所嫁出来好查某囝，又阁是两个的综合体。本来我也无想要插你，即摆你是安那？搬倒去出来哈？大母甲细姨两个相亲相爱的戏是无？王紧啊！即摆恁两个挑故意去我的后脚，我无可能遐尼啊简单，就放恁走。是啊，别怪伊管无水准的人一般天性。小婷，是嘞，害你受着委屈，做不到。我还以为伊所讲的话是胡说八道。好嘞，行嘞。站在门口是要站多久啊？而且我今天在外口无闲几工的，现在脚足酸足痛的，等去房间歇睏。我先开始真辛苦，我刚会记得听别人讲过，若是上山啊，伊会搁较辛苦。我看来替小婷抓人，回归人较轻松哦。董事长，罗代表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罗代表，今日哪有闲来找我？哎，林翠，在家里。是安尼啦，今日我专工来是有一件代志，要拜托董事长处理。什么代志？请讲。你嘛知讲，之前我有计划参选立委。要过今年是七合一的选举，所以东部临时爱我参加这届市员选举。伊嘛讲我当选的几率真大，啊是讲若是安尼做，我就必须爱有搁较侪资源甲经验。所以我希望总执行长你会当全力支持我来参选这届市员选举。想袂到卢桂芬竟然甲钟伟哲要求正式现身，看起来内情一定无单纯。总罗代表，我会记得在我这间九九新馆，你摕停车公文来计工，我着汇一笔钱给你洗多下呢。那你到今晚阁向我开嘴要讨政治现金？总执行长，我敢有可能让你白白管钱给我啊？你嘛知影讲，你的九九新馆这个停车公文是我替你处理好的。啊，假使讲你若愿意支持。不管是你的九九新馆，或者是讲你要去一百间的新馆，我一定会替你到底啊！而且你最近不是跟这阿合作，要去做这林平医托建的工程，以后你若有任何问题，
我一定会替你处理甲顺时顺时的。所以讲，你投诉我，敢是算足会好的？你的要求，我会好好考虑看。我详细评估，我的手套可以当保卫这真实现场。好了，我来确定了，我来确定。钟执行长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安心吗？我还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我走。嗯我只要靠这个录音，就会当让卢桂芬受到天罚，替私药出气，心酸，我终会就受到教训。